绿色花园，音乐之乡，大河之舞，这就是美丽的岛国爱尔兰。时候会感觉到很疲劳，可是不能停下来，因为中国搏击还有中国这么多年优秀的文化需要我们去推进。一到都柏林，选手们既要协调好短片拍摄时间，又要马上开始进入赛前的准备。来这里不光是展示我自己，也要让这里的人看到中国人的精气神。这次呢，借助武林风这个平台，把它带到爱尔兰来，是为了让更多的不同肤色的人来了解我们中国人今天身上不一样的精神面貌。对于武僧义龙来说，走出国门不仅是去进行一场比赛，更多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少林的比较壮，比较疼。He's more strong. 有些人呢比较小。Our ancient is not like. 他们蛇拳，中国有蛇拳吗 ？Like snake.The means so. 我认为现在能够有能力走到世界各地，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武术，这是我的一份责任。69.7，67.8，两个小时，76.7。观众朋友您好，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就是爱尔兰的 City West 酒店。今晚武林风首次走进爱尔兰，中外搏击推杠赛就将在这里举行。亲眼见证武林风征战爱尔兰，我非常高兴。很久以来，西域相国一直想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功夫走向世界而尽一份力量。在国外比赛，哪怕是我最累的时候，一句中国话，一句加油，就能激发出我无尽的力量。和国外选手比赛，有时候不光是拼技术，而是拼一股劲儿，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跟随武林风出国比赛，每一次都让我热血沸腾。这是我第九次跟随武林风出国比赛了，然后每次出国都非常激动。当国歌响起的时候，我感觉到更多的是荣誉感和责任感，所以我会尽我的全力打好这场比赛。这里是爱尔兰都柏林，我们是征战世界的中国勇士。欧洲大陆最新武林风暴，中国勇士首次征战爱尔兰，不畏旅途劳顿，年轻小将勇猛一场，重返英雄擂台。周志鹏力战爱尔兰拳王，夏日战火即将点燃，武林风决战爱尔兰正在播出。这里是 WRF 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爱尔兰的比赛，这是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 City West 酒店为您呈现今天的比赛。很荣幸能够和爱尔兰著名的主持人千万共同主持今天的节目。A big welcome and hello to the Chinese audience.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金银啤酒冠名的武林风，这里是 WRF 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爱尔兰的比赛。那么下面这场比赛是一场中国对爱尔兰男子65公斤级比赛，我们有请红方来自辽宁创新武力峰65公斤级新人王王鹏飞。In the red corner, please give a big warm Irish welcome for Ryan 鹏飞。Fighting in the blue corner.Can you please give a big warm welcome for Aubrey Tarn?
现在登场的是黄博峰的对手阿布瑞塔，22岁，比赛现在开始。观众朋友们，现在您收看的是 WF 环球拳王争霸赛爱尔兰站的一场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
第一回合比赛时间到。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的是我们在这个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为您带来的 WF 环球强征霸赛走进柏林站的男子77公斤比赛第二回合，红方是来自顺远搏击俱乐部的李乾坤，而蓝方是保罗劳伦斯。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由于这个李乾坤袭击对方的裆部，被场上裁判示意给李乾坤扣除了一分，但李乾坤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有一个后手之间的一个重击动作打得非常准，把保罗·劳伦斯打在擂台上。你瞧，保罗·劳伦斯的后手的直拳还是很重的，因为他这个左撇子反架了嘛，前手拳出来之后接这个后手直拳，李乾坤聪明点，用腿法控制，用腿法控制一下，用低扫不让对方扑进来，或者用对方在前扑的时候，我用袭击动作顶着他。因为你有腿法，而反观保罗劳伦斯的腿法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多用腿来控制。现在迫使李乾坤在这场比赛里面只有打这种反击，啊。有的时候做一个优秀的选手，根据对手这种实力和他的技术特点，那么我在比赛当中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的战术，我来牢牢的控制比赛这种节奏，控制比赛的场面，我才能获胜。要是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 WF 环球强征争霸赛爱尔兰站的一场男子77公斤比赛第三回合了，红方是李乾坤，蓝方是保罗·劳伦斯。中国
是有力量，有幅度，但是对方在腿法一般的情况下，可以利用腿法控制对手，这样的话，比赛节奏你就给控制住了，双方打的都很单一，但是从场面上，李江宽虽然不输，但是在力量和有效的打击的这个对比上，这个保罗·劳伦斯还是有他的优势。你看这个摆拳动作，今天遇到这个对手之后，我感觉真的力量跟他比起来，还是错了有点多吧。完了，他今天通过今天这场比赛，他给我带来的一个感受就是，这场比赛非常的刺激，对我自己来说非常的刺激，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我希望以后能多跟这样的强手去交流、去比赛，这样的话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长。谢谢。